家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巨桥，来自山东。好的，大家好，我叫李月，来自东北。欢迎徐巨桥和李月做客《中华情》，二位请坐。二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惊心动魄的表演。李月，你刚才害怕吗？现在应该说不怕了。现在已经不怕了，因为身经百战了。对，这么悬的项目，徐巨桥，你当时为什么要学它？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谋生？是，我是武术出身，从小就练习中国传统武术。在学校里面毕业之后要生存，一开始我是练习特技，就一些气功、中国传统特技那方面的东西。到最后呢，就是因为市场更新改变，不同的形式，慢慢特技就没有市场。巧缘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类似的表演，在舞台下面就经过2年多的时间的练习，经过改良，一直走到现在，也属于是一种谋生嘛。因为武术出身，也为这个飞斧打下了基础。对。刚才其实好几个动作，大家都发出了惊呼，甚至不能看，不敢看。太可怕了，我们也觉得太悬了。我不知道在你的表演当中有没有比舞台上展示的动作难度再大一点的。有，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电影上面蒙着眼的小李飞刀什么盲飞，听声打雾就一种。啊，那个你也行吗？对，行行行。那靶子是人还是别的物体？可以上人。真人？对。蒙眼？对。飞斧？你今天能飞吗？今天可以。真的？真的。那走，咱们再看看好不好？蒙眼飞斧，对，我想问问，如果换个人不是李月，你还能飞吗？可以，这不因为啥？我蒙着眼睛，我什么都看不到，换谁都可以。所以谁都行，咱们就用王杰石老师。王杰石老师可以。哎，他可以吗？主动提出请王老师。我上。王老师可以吗？哎，刚才盛楠，你不是说这个非专业人士不能模仿？我没练过这个。非专业人士不能飞。对，不能飞。专业人士可以站，是吧？站着可以，可以就可以当靶子。对。反正我是肉厚，我也豁出去了。我王老师为了中华情啊，都登上了特技表演的舞台。王老师，哎，你好，府下留情啊。没事，我倒是蒙着眼，我啥看不到。这么说，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有眼睛，我到时候我妻子在旁边会，我会摇着铃，站着，然后他用耳朵来听这个铃的声音。对，王老师，我觉得徐巨桥这个熟练程度没问题，没问题。我吓得肚子都小了。不说话了啊，现场安静。你对我这种临阵脱逃的这种现象，你给点评一下。像你这种现象是纯属正常。啊，正常，对。如果在那儿待着，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对。你瞧，尤其我这么胖，万一这斧子要飞到哪儿，你要给弄出一双眼皮儿也行。相信啊，在这么精准的背后，一定是千锤百炼，背后也有不少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对，我们感谢王老师的勇敢的参与，这些不值得夸奖。我们也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请各位就坐，谢谢。巨桥，这么悬的项目，我觉得选谁当人靶都好理解，选自己的老婆当人靶我就不好理解了。你当初怎么想的呀？怎么舍得呢？而且怎么下得去手啊？因为这个节目，我认为就是最亲最近的人才能跟你长长久久跟你合作。那你试过找别的搭档吗？我是跟我妻子是2010年11月份吧合作的。当时我09年的时候，我找过一个师兄弟合作了大概有7-8个月的时间，就走了，就不干了。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场子不是太多，第一有可能挣不着钱，第二有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嗯，你包括演出的时候，包括你的状态和你的心态，还有舞台，这个节目特别特别的讲究，包括有可能一个灯光眼就扫一下，有可能就会出问题。对的，就可能会出问题。啊，那李悦，你是自告奋勇的来帮助徐巨强吗？还是他向你提出的这样一个请求呢？算是我自告奋勇的吧。你怎么想的？当时怎么说的？当时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团里面？然后，因为经营不善，也是一个个人办的团，经营不善，然后就解散了。那时候在团里面的时候，他是跟他师兄弟在一起来表演这个节目，然后由于解散了以后，他师兄弟就说不干了嘛，说不干了，我老公就挺情绪挺低落的，然后解散了以后，我就联系他，我说我来跟你一起演出，我来给你当这个人吧。完刚开始我老公说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往那里一站，真的有点他也有点害怕，有点心疼，然后说担心我没有这个胆量。我说咱们演先试试吧，刚开始试试。刚开始第一场的时候，我是当一个观众，然后台下他在台上说互动，说台下没有观众来上台互动一下，我一举手上去了。上去了第一场的时候，表演的还可以，因为之前我见过他表演，所以说有的套路我都懂。表演结束下来了以后，感觉都挺顺利的哈。从那以后就开始一起往下演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后期两个人练的时候有没有出过危险的情况。丈夫徐巨强。是2012年的时候，在那个镇江，江苏镇江演出，就是98圣诞节那一天，就是那天好像开车从那个江西的赣州跑到江苏的镇江演那个就是那个平安夜98嘛，很多狂欢夜。我们那时候演的是木墩，不是这种节目。木墩的六个木墩，头上一个，两个腿下面一个，左面两个，右面两个，这样的木墩，然后再旋转，这样旋转的。那也挺危险的。对，那时候是个酒吧，在酒吧里面，然后在我们表演之前有个客人，就是唱歌的，喝酒有酒，很多的有水呀、什么的，很乱。当时就是演出就最后一个环节了吧，就旋转。对，就旋转，灯光也比较暗，灯光一闪一晃，就是一飞，当时看哪里？看在这里，现在还有个疤。还挺大的一块疤。这是12年第一次受伤。有6年了，这个吧。第一次受伤的时候也是，当时觉得舞台就是用一站第一把斧子就砍到腿上了。第一把斧子。对。那你后来对这件事心有余悸了吗？你害怕吗？当时就是好长时间就不敢动斧子，不敢演出，就心里就是一分就想，哎呀，不能砍到人，不能砍到人，不能砍到人。那其实不应该有这种杂念。那个时候我们一场演出费并不高，那个时候我说大不了说双倍的。赔给他，对不对？违约金，我说不，他演吧，演完出之后，咱缝两针就好了。当时他就是，有可能我知道他心里也非常的就是害怕，他是安慰我，他怕我不要再失误。当时那个时候到第二场之后，坚持跑到第二场，演出完之后，我看到他手那个肉没有血，那个肉都发白。那像这种情形，其实我觉得没有丈夫不心疼自己妻子的。对，很心疼，当时心里面很难受。就想着就把斧头一扔，就不演这个节目。很多时候就是我都不想演出。我老婆就说：“她说，你为这个行业努力这么久，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也非常不容易。”她说：“你感觉你丢掉你感觉不可惜吗？”我说：“时间我感觉够了，时间我没有。”但是她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她每一次受伤，不想再表演这个节目了。李悦啊，我想问问哈，其实你的内心挺强大的，每每受伤的时候，这都是真的血肉模糊，但是你还可以支持你的丈夫，还给他宽心，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像我们表演这一行和唱歌跳舞不一样，唱歌，我这一首歌我唱腻了，我可以换第二首歌，跳舞有基础，这个舞我不跳了，我可以换第二个。
可是我们这个节目和杂技啊或者什么的都不一样。杂技学一个东西要多少年，像我们练这个节目，我老公练这个节目足足练了有将近3年左右。他那时候练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夏天，在南方，我们那个时候40多度的天气，身上的皮晒得都爆皮，身上而且通红，又紫又红的那种，付出了很多。然后不演这个节目，你再练习别的节目还要3、4年、4、5年的这个时间消耗掉，而且练成或练不成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我感觉练成一个节目你把它放弃了就挺难的。就特别朴实的话语，但是能看到这样一种支持在里面。小两口以飞斧表演可以说作为自己的职业，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用生命去在舞台上带来这样的呈现，不容易。但是不容易也换来了一些成绩，比如说你们的飞斧，我查资料好像还有一个记录，世界记录是你们造就的。世界就在世界上飞斧撞篮速度最快的人。这个概念应该怎么具体的理解呢？多长时间？就是15秒，15秒以内，因为斧头它旋转是360度。嗯。飞出人转180飞一把。嗯。就是最快，在15秒之内飞出最多。你创纪录的时候成绩是？当时记录证书好像15秒8把吧。对，15秒。15秒，他给记录是定在8把，他很多中间有误差啥的，但是实际上我的记录要比这要好很多。现在技术有进步了吗？有进步，肯定有进步，每天就会坚持也、哎、也是训练的下面。今天如果我们现场有这样一个旋转的飞盘，你能不能挑战一下你自己的记录？可以。真的、哦？真的。我们要不要给徐巨桥这样一个机会呢？好，我们一起去试一试。1、2、3、4、5、6、7、8、9、10、11、12把吧，12把，10秒钟，12把，10秒钟12把，比原来世界纪录的成绩不仅时间缩短了，而且斧子的数量也增多了，挑战成功。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徐巨桥和李悦这对飞斧夫妇带来的精彩表现。我相信精彩背后我们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那就是你们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为了这样一个事业忘我的拼搏。总之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这样一个收获，当然我们也由衷的祝愿你们未来能够平平安安的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